每次都是无限走晃一晃啊，我是第一次来台湾。那这次怎么会来台湾参加我的外孙女儿的结婚典礼。嗯，那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的婚纱？哦，太漂亮了，看着心里特别高兴。嗯，祝他们新婚快乐，是吧？圆圆满满。真的没骗你们，自己来看荧幕，真的，哇，你们那么漂亮啊！